下我们活动讯息。今天是斯威尔的香缇女伶首卖，所以柜位有满千折百以及满额赠的活动，邀请各位贵宾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柜位去参观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宁宁出场吧。好，那宁宁，宁宁手上有准备我们的一个见面礼，请宁宁先发给我们现场的贵宾朋友好吗？现场的贵宾朋友们不要害羞，可以尽情的索取哦。那我们今天的那个见面，宁宁，我们见面礼有限，我们还有另外一边朋友哦。来，我们今天见面礼是我们的环保杯套哦。来，宁宁，这边也有哦。好，请大家尽情索取。好，宁宁这边还有，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哦。那我们，我们今天的是我们的环保杯套。好，宁宁。啊，大家都很踊跃，来，宁宁，你的麦克风。今天宁宁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，很开心，有这么多的粉丝来到活动现场跟大家支持。那宁宁，你要不要跟现场的贵宾朋友们先 say 个 hello， 问候一下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十二星座的巨蟹座盟主宁宁，然后我来自高雄，今天很开心，就是受邀来这边当一日店长，那就是谢谢大家来现场看我。今天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一起玩游戏哦。好，我们谢谢宁宁的自我介绍，也非常的现场贵宾朋友们都很热情哦。那宁宁，我们先跟大家展示一下你今天身上的这套内衣好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搜狗中校馆的首卖商品香缇女伶，那它是属于有巴洛克风格以及一个新时代的摩登的一个混搭设计。那它呢是有一个网纱跟一个曲线蕾丝的搭配，那呈现出一种现代感与复古感的一个混搭。那宁宁今天呢，一个重点重头戏，她现在身上穿的这款就是我们的紫色深紫色。那另外呢，这款它还有另外一款白色哦。那在我们正式商品跟大家分享它美丽秘诀之前，我们今天先请宁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拿到这件内衣的第一印象好吗？我身上这件是夜莺紫色，那它还有一个奶油色，然后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各年龄层的女性都可以穿。那它其实就是清透网布的设计，然后以及这个就是弯曲的这个蕾丝图腾线条，然后呢，以及它中间还有这个施华洛世奇的这个钻，然后还有搭配那个流苏的造型，我觉得非常的华丽，就是各女性都一定会非常的喜欢。谢谢宁宁跟我们分享她拿到这件内衣的第一印象哦。那这边接着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一款香缇女伶呢，除了宁宁身上穿的这款深V款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款特别为大波妹妹研发设计的小裙罩款哦。那我们这些内衣到底有哪些厉害的地方呢？我们在这里先卖个关子，然后我们先进行今天的重头戏游戏时间，给各位一点福利好吗？好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